连听课都没有，有听课就可能要休息啊，都没有听课。这超前啊！啊，很简单啊。给、okay, 我先跟你讲啊，这一个东西哦，是一定要记得了。这个，因为后面会一直陆陆续续一直出现这一种东西的。而且这个你可以自己 derive 看看啊，答案一定对。你可以试看看，你拿 a 加 b 乘 a 减 b，a 加 b 乘 a 减 b，对吧？OK，你自己画箭头啊，画箭头，你自己试看看啊。你的答案哦，你会拿到 a 乘 a，a 光是读二，a 乘 b。这个有一个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减 ab，这个加 b 乘 a 等于加 ab，b 乘减 b 等于减 b square，所以减 ab 加 ab 不见了，剩下 a 光是读二，减 b 光是读二。OK，所以这一个下来会等于 a 光是读二减 b 光是读二，或者是返回上去，a 光是读二减 b 光是读二会等于上面这两个东西，你可以自己去 derive 的，或者是你可以用背的。你是可以，通常是背了一开始。OK，第五题会比较 special 一点啊，第五题的，因为它有四个 term，而且这四个 term 哦都没有共同点。如果你完全看四个的话啦，一起看四个的话哦，左边这两个有 R，但是右边又没有 R，对吧？右边这两个有共同点的 S，但是左边又没有，所以你不可能一次过可以拉完。全部 term 的 com 那个 factor subnear，所以我们最多最多拉我们懂的，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两个先，共同点是 R，所以把 R 拉出来，5RT 把 R 拉出来，剩下5T 罢了，减照抄 RP 把 R 拉出来，剩下 P 罢了，放起来，OK，右边这个呢？OK，右边这一个啊，减15ST 加 3PS 有什么共同点呢？想一下啊，减15ST 跟 3PS 对吧？现在有什么 factor 什么呢？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做了，但是你在杯子里面呢，你不要坐在这里啊。首先号码的话呢，肯定是三。对吧？三，因为十五减十五除三等于减五，ST 没有动过，照常。三除三变一，三除三变一嘛，那是 PS。OK，然后还有共同点吗？还有 S 啊，把 S 拉出来，剩下减五 T 跟 P，这样把 S 拉出来，剩下减五 T，这个 PS 把 S 拉出来，剩下 P。没有了咯，OK，所以我的共同点是 3S，所以把 3S 拉出来，我写加 3S 哦，因为是 positive 3S 来的。给、okay, 拉出来过后，里面剩下什么东西？剩下减 5T 加 P，因为这里嘛，减 5T 加 P。OK，这边会有一点 tricky 啊，如果你再看多一次。首先这边哦，有两组号码了，这边是第一组，这边是第二组。OK，他们两个已经没有共，如果单单看这两组的话呢，他们是没有共同点的。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减拿出来的话，也试想一下，OK，如果是减二加一啊，OK，我把这个减拉出来。OK，我把减一拿出来的话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减二会变二，这个加一会变减一，这个是 logic 的啊。你自己看，减二加一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减一嘛。OK，二，然后你再看下面这个啊，二减一是一，一乘减一等于减一，所以是符合逻辑的。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所以我要跟你讲啊，你把减拿出来的时候，里面的减会变加，加会变减就对了。
举个例子，来，再看回这一个啊。我特地拉出来是因为都有五题简 P，这个是简五题假 P，所以我现在我稍微做一点手脚给你看，啊，做点手脚，来这边我们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，OK，把简拉出来过后就变成简 E 了吗？这个简 E 要乘三 S，所以简 E 乘三 S 等于减三 S，我先减三 S，OK，然后讲过了，把简拉出来了过后的话。换 sin 就可以了，减变加，啊，减五 t 变加，加 p 变减，给、okay, 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是我的这个 factor subunit 哦有了，看到吗？整个五 t 减 p 左边右边都有，OK，你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啦，OK，你把这个当做 x 的话呢，就是 rx 减三 x 啊。可以切换吗？直接换什么？把它剪变加。这个直接换不能，因为你直接换你改题目了吗？减二加一跟二减一答案一样吗？你不能直接换啊，你不能减变加，加变减罢了，因为你的答案不一样啊。减二加一是减一，二减一是一，两答案一样，不可以的，你已经改题目了，因为我把减一拉出来了，我把减一拉出来，你看啊，如果前面补一个减一。你试看看啊，减五 t 加 p 对吧？OK，把减一拉出来，会变成五 t 减 p。哎，把减一拉出来，你看对不对？你把减一乘进去，再把减一乘进去，减一乘这边减五 t，减一乘减 p 等于加 p，是哪回事啊？没有改题目啊，意味着我没有改题目啊。哦，所以这样，如果是减 a 加 b，可以再 a 减 b 了。A 减 A 加 B 会等直接变成 A 减 B，但是要外面补一个减啊。我讲了吗？因为你 factor 一出来，你外面就要写减一咯。你 factor 减一出来，你外面要写减一吗？好像是这样啊。你 factor 五出来，你是外面写九，要写五。啊，我现在这个 case 我把 factor 减一出来，所以外面一定要写减一的。啊，原理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这样做了过后哦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的 factor subunit 出来了，五 t 减 p。OK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 combine。你可以把这个五 t 减 p，如果你不懂为什么可以这样 factor 出来，你可以把整个五 t 减 p 当做 x 来看啊。哎，sorry，不是没有电啊。OK，把这个五 t 减 p 啊当做 x 来看的话呢，大字母 x 啊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样子，rx 减三 xx。是不是可以把 x 拉出来，变成这样子，x r 减三 s，因为有共同的 x 嘛，所以这个道理一样的，因为有共同的五 t 减 p，所以我们把五 t 减 p 拉出来。OK，左边这里呢，把五 t 减 p 拿掉了啊，所以剩下 r 罢了。而右边这里呢，把五 t 减 p 拉出来，剩下减三 s。啊，这边就会有两个括弧，这是有点乱。总之，开头你看到这种四个 term 呢，你把左边的 factor 出来先，再把右边的 factor 出来就可以了。左边的 factor 左边的，右边的 factor 右边的。啊，过后你再想办法把这个左边、右边呢，把它们变成有一样的 factor 什么样，通常会直接看得到的，不会像这个这样麻烦，有一个简谱在这里。解五 t 这个五 t 不会这样子的，通常是一眼看得出的。先写一下，这个会有一点点的乱。是不是要？啊？哎，这个阿姨在后面啊。哎呀，这不 R 在后面，因为我把五 t 减 p 拉出来了吗？你看啊，你为什么不要问我这个东西？你看啊，这个啊，五 u square 减五，我把五拉出来，这个 u square 是在后面的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把整个五 t 减 p 拉出来了吗？所以五 t 减 p 放左边。
啊，右边呢剩下 R 跟减三 S 罢了。像现在五 D 点评它是如何？五 D 减平方是多，那么高是多，因为你拉一个出来吧，你拉一个，那你看我拉这个五，我是拉一个五出来，但是两个都会被抽出来，这边的五跟这边的五都拿出来，但是我也只写一个五罢了吗？你不能写 quad 是多，你看啊，你这个你不能写五 quad 是多的，因为五 quad 是多，u square 减一，你变二十五了，二十五乘没进去就二十五 u square 了。不等于这个吗？你在改题目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老年，这是开头吧？嗯，开头，但是也是最难的地方，要慢慢适应这个，要一点要多一点的本地生。OK，我再讲一次，这一边题目会比较难一点啊，所以我们 B 的会比较容易一点的，看 B 啊，B 就很好做了，B。看多么的简单，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乱呢、啊。来，我们再 repeat 多一次。8P 减16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 factor 的话，你就做那一个，做那一个 factor 什么样的等级就可以了。OK，我们有8P 跟减16，8P 跟减16。OK，然后开始做，共同点拿出来，8跟减16，我们共同点是8，两个都可以除8嘛，我们一次过我们要快嘛。都可以除八，所以除八除八变一，p 就是 p 罢了咯。减16除八减二，没有了咯，p 跟减二没有共同点了，所以我们的 factor 是不应该是八。括弧，右边的括弧呢，就是这个 p 减二，啊，p 跟减二，所以 p 减二。如果是 p 多少二的话，就是 p 加二了，因为 positive two 嘛。Double check，你把八乘回进去，八 p，再把八乘回进去，因为这个是这样乘嘛，对不对？八乘 p 跟八乘减二，所以八乘 p 就变八 p，八乘减二就变成减十六。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啊，或者是你可以 step by step，你可以慢慢来啊。OK，这个我们再看第二题啊。4H 跟减 12HK，如果你熟的时候，你基本上可以一次过做出来的。4H 跟减 12HK，4跟12共同点4啦，都可以把4拉出来。OK，不止4的，其实还有的。我们再看 alphabet 啊，左边有一个 H，右边有 H 跟 K，那么共同点肯定是有 H 啊，对吧？因为都有 H。所以你看啊，左边有四 H，我们把四 H 拉出来啊，剩下一咯，对吧？剩下一个，剩下一吧，因为我讲嘛，拉出来代表除嘛，四 H 除四 H 是不是剩下一样的号码相除？然后右边，OK，我们看减减照抄先，12把4拉出来剩下3，因为这样子三四才会变成12嘛，12把4拉出来代表我是二除四，所以等于3。HK 把 H 拉出来，剩下 K 罢了，减 3K。实际上应该要这样做的，但是我怕你们听不明白啊。如果我讲的这样快，那我不知道是，怎么不止四？他们是乘 H 减三 K，四乘 H 减 3K，做那一个，那我直接把四出来，怎么要拿四出来？那我直接把 H 出来。因为两个都有 H。嗯，拉共同点嘛，是吧？拉共同点，拉 factor 是不捏出来。啊，正常来讲应该要这样讲的啦，OK？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，很少人会这样做的。但是这一个是最好理解的咯，因为你把它拉出来嘛。OK，我们再看第二题，第三题，再 repeat 多一次，看看啊，九跟十五，我们先看号码先，号码有什么共同点，再看 alphabet。九跟十五，可以把三拿出来，对喽，最大就能可以把三拿出来吧，反正，可以把三拿出来哦。号码哎，alphabet 呢？R，因为左边有两个 R，右边有一个 R，
所以我们拉少的那一个就是一个 R 那个，我们不会拉两个的，OK？如果左边两个，右边一个的话，我们拉一个就好了。啊，如果左边三个，右边两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拉两个 R 出来就可以了，拉少的那一个。给、okay, 我们拉 R 出来，OK？试想一下，九把三拉出来，就剩下九了。哎，剩下三呢，sorry，剩下三呢，因为三九除三等于三嘛。然后 R square 两个 R 拉一个 R 出来，剩下一个 R 了。OK，减照抄，15把三拉出来，剩下五咯。因为15拉三出来，代表15除三等于五咯，所以剩下五罢了。Rest 把 R 拉出来，剩下 S。哎呦，这个五跟 S 写的很像啊！我以前也是有试过这样的 mistake 哦。你们不要做到这样的 mistake 啊！五跟 S 也要这样像。啊，所以这个没有共同点了，已经三 R 减五 S。OK，再 repeat 多一次，再看第四题，18跟30有什么共同点？最大的。最大不止二，还有18跟30是谁的乘法表？最大的乘法表？哎，18跟30肯定是六啊，因为18是36，18呢？三十是6×5=30吗？对吧？三十是6×5，18是3×6啊。这个又是另一种方法，factorize，要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了。对，一个是3×6，一个是6×5，他们是现在有共同点了。6×6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六拿出来。好，alphabet 呢？alphabet 的话，U square V 跟 V square 的话呢？U 拉不出来了的啦，因为左边有 U，右边没有 U，但是 V 可以，因为左边一个 V，右边两个 V，所以可以把一个 V 拉出来。给、okay, 拉了出来过后，我们看号码18，把6拉出来，剩下3。U square 没有动过，照常。V 把 V 拉出来呀，就没有了。这么这个 U 小像倒推了。U square。OK，减什么？减五 V 啊，因为30把六拉出来了，剩下五，减下去。V square 把 V 拉出来了，剩下 V。我们现在只是学什么？只是学把它变成一个括弧罢了，过后要学两个括弧，好像刚刚这样子啊，很复杂的。有没有啊？还在不乐不乐，抄哎，只抄不了吗？我也会啊。我记住了。第五题没做完啊？好，好。21，想一下，21跟7有什么共同点？啊？啊，对，容易粗心哦，它就是后面越来越粗心了，容易粗心了。21跟7有什么共同点？七啊，因为21是3×7嘛，然后七是1×1，1×3，啊，把七拿出来，P 不能拿出来，因为左边有 P，右边没有 P。OK，Q 呢？Q 可以拿出来，因为 Q 左边有两个，右边有一个，所以我们拿一个就好了。R 不能呢，左边没有，右边有，所以不能。就是好像找不同这样子啊的概念呢，找左边右边的找不同。给、okay, 左边21把7拿出来，剩下3，因为3七21嘛，把3拿出来，P 没有动过，稻草，Q square 把一个 Q 拿出来，剩下一个，减 R 啊，对了，因为减稻草7把7拿出来就没有了咯，Q 把 Q 拿出来也没有了，没有吧？没有用最大的，会错，一定要用最大的，就是你一定会发现有问题的，如果你只拿7啊。打个比喻啊，你只拉气的话，答案是这样子吗？就是假如全部都是一样子的啊，你拉四，拉二，OK，看来拉二，你拉二的话会这样子吗？二括弧九 u square v，let's say 你拉二 u 二 v 啦，OK，你拉二 v 啦，let's say 你也看到 v。你拉 2v 出来就是9 u square 没有 v 了，减15 v 嘛，对不对？
错了，九个十五还可以再翻过吗？九个十五是不是还可以再拿出来？九个十五是不是可以拿三出来？你要做一次。再多一次哦。那、啊、你懒惰做多一次，是在一次过拿住它，要不然你一个一个这样拉，你写到了很多个等于的。八次，对了。答案 OK，但是要做多几次？嗯，OK 的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可以一个一个慢慢自己这样挑出来，但是很浪费时间的。啊，我看到二 B，我拿出来，结果有九 U square 减十五 B，号码九跟十五，还可以把三拉出来，把三拉出来过后，我二乘三变六，哎，把三拉出来啊，九把三拉出来，剩下三 U square 咯，减十五把三拉出来，剩下三 B 咯，五 B，所以五 B 咯，对吧？因为十五把三剩下，把三拉出来剩下五嘛，V 没有动过，知道不？所以你看答案是一样的。只是你比别人多一个等于了，可以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啦。如果你真的是做到这样子的话，不用太在意了。你做多一次，发多多一次，发多到不能再发多了就可以了。有两种方法啦，看你啊。哦，明天来了，我看。OK。我只是讲一面吧，那两面罢了，因为一个小时，因为这边很复杂的。看第六题啊，看第六题啊，再 repeat 多一次，看你觉得你要怎么样的方法，但是最好呢，都是不要用那个除的东西，很麻烦。20跟八，什么共同点呢？四，最大是四啊。因为你拉二出来，这边是十，这边是四，你还可以再把二拉出来的，所以你们一次过拉四出来就好了。四，alphabet 呢？你可以拉什么？M 的话，你可以拉一个，因为这边左边有两 M 两个，右边呢有 M 一个，我们拉一个就好了。negri 呢？M 就拉一个咯，因为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啊，够可以开始拉了。P 不能呢，因为左边没有 P，右边有。找共同点拿出来就可以，所以二十把四拉出来，剩下五，因为四五才会拿二十。m square 把一个 m 拉出来，剩下 m。negri 把 negri 拉出来了已经，所以没有了。减八，哎，减照抄，八把四拉出来，剩下二。m 把 m 拉出来没有了，negri 把 negri 拉出来也没有了，剩下 p 不了。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个样子。supposing 你啊，应该会。看到两题，课本拿到了，那你还没有僵持了你，要等3月，很迟哦，嗯，就3月10。不是3月20多号才开学吗？帮忙什么？还帮忙老师啊？这样好？叫你一个人去啊？这样特别啊？班长？哦，对对。OK，来。六 a square b 减十六 a b square，共同点，来，号码的话，拉什么是吧？拉二出来，OK，alphabet 的话呢，拉 a b 出来，因为左边有两个 a，右边有一个 a，我们拉少的那一个，拉一个 a 就好了。然后 b 的话呢，左边一个 b，右边两个 b，我们拉一个就好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想一下，六把二拿出来过后，剩下三了。A 光是如果拿 A 出来，剩下 A 了。B 把 B 拿出来就没有了。对，减照抄，16把二拿出来，剩下八。A 把 A 拿出来，剩下没有了。B square 把 B 拿出来，剩下一个 B。这是最紧张的话，你看，你再 double check 一下，3A 减八 B 已经没有共同点了的，所以不能拿了。我们通常拉的是尽可能的给它变整数啦，你不要讲哦，什么号码都能拉。
我们尽量变整数的，不然会有分数在里面的，很丑啊。OK，做完最后一题就可以说了。第八题，16xy 减32x²yz，共同点，老板 OK 了，但是还不是最大。16，因为16跟32都是16的乘法表来的。哦，等一下，16，还有什么？alphabet 的话呢？蝴蝶谷，Alphabet 是 X Y，因为左边有一个 X，右边有两个 X，所以我们拿 X 出来。Y 的话也是一样，左边一个 Y，右边一个 Y，所以 OK 的，可以两个都拿 Y 出来。Z 的话，左边没有 Z，右边有不了，所以不能。一减呢？啊，因为16XY，你把整个16XY 拉出来哦。所以不见了哦，整个不见到完了，剩下一罢了。然后32把16拉出来，剩下二，x 规把 x 拉出来，剩下一个 x，y 把 y 拉出来就没有了，z 没有拿出来，对，到场。OK 哦，答案是这个，可以说。讲完了没？可以等下个礼拜再来啊。不会了，我把你请好啊。呆子的话，我就不给你破纸了。你呆着。不能乱花钱，不能什么都谈钱。